是吧？你看咱们的活儿，我感觉你看比较打在中间位置啊，这个镜片的中间啊。用英语中间怎么说的？哎 ，don't know。那个我试了在边黑聊会呢，有风扇。Next， 来，您拿着这，啊，别靠那么近，往外呢，这样拿着，这么笨，你说。你不会要摁吧？不会扫着我？哦。OK， 拿了。要这么近，只是想让他近距离的看一下，万一他再看不懂呢？你头发光吗？亮了吗？
你头发长了，你也怕你们？往里走走。不行啊，你往里走，他那人就反光了。嗯，行。不行，不行，看见了吗？不行啊，反正我看见吗？嗯，这边能看见。等会儿，站开，别打扰你。那个进来，进。那我出来。来。没电了，快。跳了三个。这三个按钮，这是调左右的哈。左右你会用英语说吧 ？Right or left？ 这是调节上下的，上下。这是调对焦的。OK， 行了，没电了。